对，他能洗这个吗？可以，洗也没用，洗不过来。你在射，我的很大根，哦，被抵掉，好强、哦。刚刚不想跟我讲，免费抽五星都没有，是哦，对啊，我抽到夏农的，我昨天上线看他送一堆抽，送七十几抽，哎，就可能以前的活动，然后我全部抽完都公估，最后出那个有一个泳装的水属性拿剑的，很像教官的，人家算是很强，跟花龙，就一次出两只 SSR， 然后。我昨天就淡定的下线，然后今天中午朋友跟我讲说有新的表情很好玩，然后我就上去抽一下，抽一下免费抽，然后他还没有彩哦，然后干啊没有彩算了，然后就最后一个东西突然转彩，然后夏农就跑出来，好爽哦，白嫖的滋味就是这样，看白嫖理论，玩手游千万不要氪金，白嫖就对了，你看白嫖连不玩的东西抽到都是这么爽，氪金的抽到啊就是刚好而已、啊。就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快乐的感觉、哦。我现在没在看他在干嘛，所以我就到角落了。看你娘嘞，我在讲话、啊。哎，二B爆发的太扯啊！遥感，不要再整我了。哦，好折哦，对哦。好，那出现。我能够挖到的。死了。水教官已经过气了，是哦，是没差啦，他看起来蛮香的，抽到还是蛮爽。免费的，只要香都很爽。就是爱抽卡。哇，这么直接。往哪边呢？我哇，奶刀玩习惯了都会觉得跑得过去，奶刀比较小心。我就赛啊，糟了啊，应该会呢。这个判断也不太好，我不是说你，我说我。哦，打到哪？刚打到哪？老师好强啊！莫名其妙会挥到人，有抢的。啊，玩这我就会失去斗志，失去战斗的意志，很闷、啊。哇，又砍到了，好强啊！那种截然不同的感觉，奶刀按一个按键都要失去千万，然后玩这只就有种，我就按一看，然后对面就中了。哎呦，中断了啊！不是哦，这样是折摔，怎么可以偷折我摔呢？不礼貌，那个。啊，有时候听分离器在按那个 N 的时候是用雷打三下的，那个可以体会到，虽然是 D1 有时候还是会蹲一下，哦，那个 N 就没了。哇，你开实况台是不是在偷听我什么时候讲话啊？每次我一讲话你就会冲过来。哈哈，那我知道不可能会有延迟。其实我按二 C， 遥感的问题要变 DH， 我按后斜下的，而我在二 P 测试这个后斜下是坏的，所以有时候蹲不下来。哎，枪它其实也不是坏掉，它应该是里面的底板歪掉，所以那有时候转到比较就是要在更歪的方向，它才会有判断。看，其实
我练这个单八圈，然后后来发现其实 TG 三下比较好，铲中的话，那翻比较远。也是之前在得意这个项目，就发现这好像不是好事情啊。现在还是这个坏习惯还没改变，利刃打到就赶快 TG 就好。干，这真的太强了，好不好？你看到第二个 N 的那个距离吗？这样都还可以 TC， 太扯了！表示做坏，崩！这样都还可以 TC， 有白痴的。我刚刚其实没确认到，就按第二个，还是经验，我就把它按完。啊！对，我要回去玩奶刀了，不能玩这种失去斗志的角色。算你是我老婆，你现在真的太无聊了。啊，记错了，记成奶刀的，给你啊嘞！啊，有没有记奶刀？记成葛兰的，靠腰、哦，往前跳就好，往前大跳自己跳走，跟白痴一样。就是我现在玩卡姐，就跟白痴一样。好拼哦，我也拼一下啊、哦！为什么我拼到回馈好多啊？这角色很强啊！角色跳这么高，按 ZU 你也不敢举我，我干你啊！啊，这有点甜，我说我这个甜那个气功，还敢按啊？我卡姐！我 ZU 打点很快的、啊，你以为有机会来得及给你吼？啊 ，ZU 真的是很爽，烂角色。有没有不打确认比较强、啊？我现在太久没练了，也没办法确认。哦，你看这样都还可以确认，有低能的什么烂角色，前跳。哎、欸，没吼哎、欸，哦，秘法会冷，第一次看到。老板，你怎么转向呢？给你打，给你打，我不想被弄倒。你要打什么都给你。还敢乱按啊？我卡姐呢？哦，没活动。安安，我今天卡姐哦。GG，啊，这样不是，这样是2A。我还是做到。对哦，上次是赛道，挡好，觉得你不敢按我。晋级啊，这不是晋级。哦，你是爆发吧？吓我一跳，在我面前丢晋级，不想活了。这次没忍住，队友是很痛苦，蓝角色，等下在面前就会赢了，蓝角色真是被蓝，再来啊，我就是摔，是咚咚，受不了了啦，怎样？哈哈哈哈哈，蓝色角色蹲在人家面前就会赢了。